啊，今日是111年，咱庆祝中原普渡法会。啊，即摆是咱主任委员谢大胜吼，啊，率领咱头家啊、老主啊、副老主吼，啊，咱所有信徒大家要来烧香拜拜吼。啊，在今年啊，这疫情吼，风风雨雨啊，行到今日吼，啊，是非常感谢，是感谢咱所有用心时代咱罗华信徒吼，啊，咱大家配合这疫情啊，大家顾好家己，啊，咱嘛顾好别人。啊，相信在今日拜拜烧香啊，咱请佛祖甲咱保庇啊，保庇咱福兴宫全部罗华信徒吼，啊，咱求得大家平安、身体健康，咱讲好唔好啊？哎呀，保庇咱孟加福兴宫罗华信徒众生，大家出入平安，好唔好啊？大家当逢凶化吉，求得来年是大吉大利啊，好唔好啊？啊，咱嘛是要求咱台湾是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啊，咱好唔好啊？也保庇咱孟加福兴宫，咱是香火兴旺啊，咱讲好唔好啊？啊，今日这天数，又请咱的主任委员是谢大胜。咱会在家拜请新庙娘娘，再来咱今日去宫庙内底，咱有拜请咱的主神，请主神甲咱保庇，保庇咱大家当幸欢如意。在今日普渡拜拜的时阵，咱阁会行来宫庙外口听。过去头前遐，咱有拜请咱的普渡公、廖明大师，啊，请嘛有拜请咱各世文中，就是咱家己的祖先公妈，甲因好请过来家来领受这甘露秘密。在家属会吊请，吊请是一个较累的好兄弟。咱遮无请名的，咱英雄勇烈，咱会完成这组伊家己的话啦。啊，搁有拜请第二组，请主公主婆也着保庇咱个人个房的主题大会安全吼。啊，今嘛咱法会正式要开始咯。啊，咱所有信徒众生，咱是请用拍掌，由咱谢大胜主任委员率领咱后勤宫落下信徒。全体众顶来向上拜请信庙娘娘来天尊降大吉祥，上香三拜，一拜，再拜，三拜，拜请信庙娘娘来天尊，保庇咱万家福兴宫落下信徒众生。在今日庆祝中原普渡法会，拜请咱的祖先神佛，恳请十方好兄弟。听到信庙娘娘大天尊来干活，也保庇落下信徒众生，大家当平安顺事，富宁平安，天丁富贵，大吉大利。咱落下信徒众生，咱向着信庙娘娘大天尊，敬英雄拜三拜一拜，再拜，三拜，还有请咱诸位咱先进一掌香吼。咱拢一人一路烧一掌香就好啊！啊，咱讲上香敬香拜，礼敬，啊，凡请诸位哩做头前啦吼。